严峥，走，屋里坐。你为什么派杜刚来杀我？你说什么？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了袭击。来人出手凶狠，招招都想要我的命。虽然他蒙着脸，但我依然能认出来，那就是杜刚。如果不是奉了你的命令，他怎么可能会去杀我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杀你啊？好，那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。 我已经查到了，匿名信就是从你的住处发出去的。你是害怕我查到写信的人，怕我查出你杀害敬天的真凭实据，所以派杜刚来杀我灭口是吧？严峥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，而且我也不相信杜刚敢背着我对你下手。好，那你把杜刚给我叫过来啊！我们当面对质。我刚刚伤了他的手臂。 你亲眼看看他的胳膊上有没有伤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走。果真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是怕我根据匿名信查出对你不利的证据。 想要杀我灭口，你根本查不到证据。沈敬天不是专员杀的，可那封信你怎么解释？匿名信是我寄的。你说的话当真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不是要害你，我是想让严峥离开你。唯一能让严峥离开你的办法。 就是让他误会你跟沈敬天的私有关。你这不是害我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给我添了多少麻烦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。自从严峥来了以后，你就没有正眼看过我。在土匪窝里，没有人拿我当人看。 只有您信任我、抬举我，从来没有嫌弃过我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喜欢你了。可你是千金小姐，我从不敢奢求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让我跟着你的时候，我有多开心！我想跟在你的身边，好好报答你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 哪怕是杀人放火，哪怕是要我的命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可是这个家伙出现了，他来了以后，我在您的眼里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欣喜和温柔。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他身上，眼睛里再也看不到我了。
我害怕了，我害怕再这么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不会再需要我，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我的位置。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他必须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只要有我就够了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，保护你。杜刚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对我还有这样一份感情。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复仇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，可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你都不应该背着我自作主张的去做任何事情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让我很被动，你让我在严正和杨冬雪面前很丢脸。我知道错了，您责罚我吧。严正，你可听清楚了，匿名信的内容根本就不足以为信。那沈伯父在医院里险些遇害的事情你怎么解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是我？我实在是想不到还会有谁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置沈伯父于死地啊。你不要忘了，是我及时出现，沈希莲才得救的。这跟你当初把沈伯父送上断头台又刀下留人的伎俩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不就是想向沈伯父展示你的权势和威力吗？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你严正，我不许任何人对专员这么说话。人是我杀的，有本事冲我来。要真是你干的，我就跟你拼命。杜刚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。严正，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为什么总是事事跟我过不去呢？我怎么看你还重要吗？如果你还在乎我的感受，你早该放手了。好在沈伯父福大命大，现在安然无事。事到如今，我想你应该给沈伯父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这是解决一切的时候。真没想到，时至今日，你还能这么泰然自若。难道你就不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吗？我沈希莲为什么要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感到歉疚呢？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。梁专员，你凭什么就认准了是我呢？
把我养大的那个人贩子亲口跟我说，当初就是你亲手从他手里把沈敬天抱回家的。我不认识你说的人贩子，我也从来没有抱过别人的孩子回沈家。我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不管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既然认准了是我，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冲我来？敬天何故，蝶舞何故，流氓何以天到现在下落不明，他们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啊？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残忍呢？他们是你的亲人，那我呢？我是谁的亲人？我的亲人又在哪里呢？我被人欺辱，被人折磨的时候，有谁心疼我？有谁牵挂我？我无依无靠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的时候，有谁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女孩，在绝望地过着每一天？她不知道家在哪里，她不知道亲生父母在哪里，她以为她生下来就是一个赔钱货，就是丧门星，没有人爱她，没有人在乎她，就算她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。我跟谁有冤有仇啊？我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折磨？所以你就选择以怨报怨，命运对你不公，你就选择对所有人进行报复。你这样做不怕良心受到谴责吗？不要跟我提良心，你不配。是你害了他们，是你连累了他们。我就是要从你身边的人下手，我要让你尝一尝失去一切的滋味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无依无靠，什么是生不如死。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对敬天下毒手啊！你心里就只有沈敬天吗？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孩，你就狠心把我抛弃吗？不，我没有。敬天就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就因为他是你的儿子，就因为他是沈敬天，所以我把他杀了。就因为他代替了我在沈家的位置，他代替了我在亲生父母心中的位置，我就把他杀了。我就是要让你痛不欲生，我就是要让你生不如死，死全都是因为你。你把敬天还给我，你把敬天还给我。嫂子，嫂子，放开我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别激动。嫂子，还给我。嫂子，放开我。放开我，嫂子！你有什么资格为了自己的私怨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？你有什么权利让爹失去心爱的儿子，让我失去丈夫，让一切失去父亲？那些被你无辜伤害的人，因你惨遭牵连的人，你让他们去找谁报仇？你让他们仇恨去何处发泄？难道你一句怨恨就可以成为你枉杀无辜的借口吗？难道你要因为自己的不幸让所有的人都跟着你受苦受难，你才满意吗？二弟，杜哥，杜哥，杜哥。
送你去医院。不，你坚持住。你们听我说。你别说了，走。你们听我说，沈青天不是专员杀的，杀人的是我。杜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胡说？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不能让你替我顶罪。杜哥，专员和沈敬天认识以后，我从人贩子那里查清了专员的身世。那个人贩子取笑专员，他说专员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沈家，说因为当年被沈老爷抱回家的那个男婴就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的子孙会因为沈敬天从此而改变了卑贱的命运，过上富足的生活。我不能让这样的小人如愿，我不能让专员这么多年的苦白受。我要让专员回到沈家，我要让沈家必须接受专员。所以沈敬天必须死。杜哥，杜哥，我瞒着专员一路跟踪沈敬天，终于找到机会我杀了他。我在沈敬天身上发现了一本日记，还有伞。从日记里面我了解到，原来沈敬天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我把日记和伞都拿走了，偷偷的藏在了床下。沈敬天是我一个人杀的，专员并不知情。今天我以死谢罪，一命抵命。敬天出事之后，嫂子曾经到警察局问过我关于这把伞的事。敬天出事以后，我很后悔，伞就是伞，我真不该送他这么不吉利的东西。这天开始被全部打乱了，我听到了我不该知道的事情，听到了跟我的一生息息相关的事情。看着今天长大成人，
娶了媳妇，我就想啊，我那苦命的女儿也该嫁人了吧？有没有人给她准备嫁妆？有没有人给她准备媳妇？她的婆家对她好不好啊？夫人，您别再想这些了。有您和老爷这么善良仁慈的父母，咱们大小姐一定是个有福之人，一定会过得很好的。我昨天梦到我女儿了，她抱着我哭得很伤心。她说，她被卖到一户人家做丫头了，整天挨打挨骂，吃不好，睡得也不好。您那是太挂念大小姐了，梦都是反的。这说明啊，大小姐过得很好。我真后悔了，我当初为什么没有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？我眼睁睁的看着我自己的亲生女儿被抱走，他们硬是把今天塞到我怀里，让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喂养。夫人，流氓！哎，夫人您说，你看在我们主仆一场的份上，你帮我找找这个孩子吧。若是真的在一个好人家，我也就踏实了；可要是不好的话，我心不安呐。我求求你。沈家大小姐如今身在何处？她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是我取代了她，我内心隐隐作痛，有深深的歉疚和自责，很想找爹和娘问清楚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又是谁？我的家到底在何处？我真想把这一切告诉冬雪，可我不能。这对于沈家来说是天大的秘密。哎，好，哎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好。老爷好。爹，哎。什么事啊，爹？我要离开下一段日子，可能时间会很长。我看，花盖房你还是先不要交给我了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去干什么？爹，有些事我必须要自己去弄清楚，请您原谅我，暂时不能帮您经营花盖房了。但您放心，等我把事情查清楚，我就回来。你混账！什么比你继承华盖房更重要的？我不同意，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。爹，我一定要走，谁也拦不住。站住！你就是这么跟你爹讲话的吗？我说你不能走，你就不能走！你给我站住！对不起，爹。对不起，冬雪。我现在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们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能让娘死不瞑目，我要去把爹娘的亲生女儿找回来，完成娘的心愿。今天，我的儿啊！
沈希莲，你自认为手段高明，可以瞒天过海，没有想到沈敬天还会留下这本日记吧？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还是不肯承认吗？宝玉，这一切都是宝玉。是我从人贩手里把敬天抱回家，把你换走的，是我。爹，我不信。不是这样的人呐，你不是啊！今天县里来了一个梁专员，县长派我负责接待，起初我并没有在意。可当我见到他之后，啊，梁专员，请。杜副官，请。请。湘阴县虽然比临近县镇繁华，但毕竟比不上省城。梁专员若有什么不满意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在下一定竭尽所能。出差在外，哪有那么多的讲究？虽然我是专员，你我相处也不必过于拘谨。坐。专员说的是。啊，杜副官，请。谢谢。沈文书是湘阴县人士。啊，不，在下的家在城里。那你可听说过城里有一个做伞的沈家？哦，专员说的可是华盖房沈家。原来沈家的伞房叫华盖房，真是巧了。那正是在下的家。你是？华盖房如今的老板正是家父。沈文书今年多大了？我跟专员是同岁。那天他问了很多关于华盖房的事情，显然对沈家很感兴趣，而且又与我同岁，这不得不让我对他多了几分关注和猜测。爹，现在没有旁人了，您能对我说句实话吗？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您患的，是吗？爹，我有幸在您身边服侍您这么多年，我非常清楚您的为人和品德，您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可为什么看完敬天的日记之后，您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？究竟是为什么？是您发现了什么，还是您已经知道换孩子的人是谁？一切都是我做的。我是捡烂地，品行不佳。我怕华盖房交到他手里就会毁了。对不起祖宗辛苦创下的基业，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。您说谎。要真的像您说的那样，那您之前为何要一再否认呢？而且您说过娘生敬天的时候您根本就不在场啊。
我们都是在骗你们。爹，沈家宗族会因为这件事情惩罚您的。做了错事，就该受到惩罚。您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问了，我累了。你对我如此用心良苦，我梁莹这辈子没被人疼爱过。有你这个像兄弟般的人在身边照顾，心疼，是我梁莹的福分。你对我的好我都记住了，虽然我不能回应你的感情，可是我认定了你就是我梁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如今沈伯父已经承认了这一切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也不知道，之前只是一心想让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如今目标终于达成了，我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心里空落落的。月月想抱何时聊，就让这一切都过去吧。严副官，嗯，请过目。嗯。嫂子，严正，江少爷，严正，有件事情。我还是想弄清楚，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。就是关于沈老爷换孩子的事情，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啊。嫂子，沈伯父他自己都亲口承认了，您就别再较真了。可是你不觉得他的态度很奇怪吗？前一刻还矢口否认呢，可后一刻就全都承认了。不是有今天的日记在那里吗？他怎么能不承认呢？今天的日记我已经反复看过了，里面只提起了敬天是被换回来的事，可是谁换回来的却从来没有提起啊。那个人贩子不是说了吗，就是沈伯父。严正，连你都不相信他吗？嫂子，我只相信证据。不，这里面一定有差错，所以我来想找梁莹再问问。嫂子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梁莹也已经不再追究了，我们就别再招惹他了，啊！可是，冬雪，我觉得刘妈一定知道一切，只要能够找到刘妈，所有的问题就都会水落石出。如今梁莹只是一时乱了方寸，等她冷静下来，说不定还会为难沈伯父。严正，嗯，嫂子求你件事，在我找到刘妈之前，你一定要保证沈老爷的安全。啊，嗯，我把她托付给你了。嫂子，您就放心吧。咱们走吧。嗯，来，我送你。哦，走。啊，冬雪，累了吧？来，我问一下。啊，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离前面镇子还有多远？不知道。哎，算了，往前走吧。
请问您有没有见到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？没看见呢。老太婆怎么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在我门口乞讨吗？你这样我们怎么做生意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哎呀，你行行好，求你行行好，你行行好吧。走。哎刘妈，刘妈，我的一天呢？我的一天呢？一天，一天！一天，想死娘了，你去哪儿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带着一天去找我？他们一直在追我，我是怕给江家再带来麻烦。大少奶奶，我对不起您，孙少爷跟我受苦了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现在快点跟我回去，老爷的冤屈就只有你能洗刷得了了。怎么了？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吗？二娘，二娘死了。二太太死了，你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了，这样所有的恩怨就全都解开了。这个女人在我心里已经藏28年了，我要当着老爷和梁庄院的面说清楚，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。咱们的亲生女儿回来，我是沈家的罪人啊！我知道人不能跟命争，算计来算计去，华盖坊还是断送在我手里，这都是天意报应啊！今天，今天爹对不起你，你一心为沈家着想，为爹着想，可爹还误会，常常还骂你，爹亏欠你的实在太多了。
色更浓。